好，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。今天是2017年10月31号，星期二，农历是9月12。那么今天呢是我们的最后一天了啊，十月份的。那么啊，马上就迎来了这个11月份。好，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。喂，你好，你好。哦、喂，你好。啊，师傅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啊，师傅，师傅。哎、啊，你好。我问一下问题啊。嗯，稍等一下，是一个亡人，2002年去世的，徐翠香，双人徐，翠花的翠，香上香的香，家里人一直有帮他念小房子，看看他在哪里，现在女的。叫徐翠香是吧？对。看到啊。徐翠香啊，天界了，而且不是一般的天界了，已经到了色界天了。嗯，是，师傅上次问就是色界，他现在还在色界天，对吧？哦，对了，那你看，看见吗？看每次抗议都一样，看见吗？跟你说了，师傅，他是大概2年前好像问的，我记得，那他两年了，没进步。不是没进步，到了天上他可能这些小房子他根本不要了、嗯、而且也收不到了。你一个人这业这么大的业障这么重，你怎么可能帮人家在色界天的人这么念呢？嗯，因为他是我奶奶，我也很感恩他让我带进我佛门。很好了、嗯、色界天很好了。色界天、嗯、到了无色界天嘛，就等于在天上了，等于出六道了。嗯，那么我们也就随缘，一些节日的话给他们随缘画一点小房子。随缘吧，随缘吧。好的，嗯，好的，好的。感恩师傅，他们自己业障自己背，本来关心不到。感恩师傅，师傅再见。喂，你好。喂。喂，你好。师傅。哎。哎，弟子给师傅请安。谢谢。嗯。今天弟子想问一个。2012年属龙的孩子。2012年属龙的是吧？嗯。对。嗯，好，告诉我想看什么？看一下他有自闭症。男的女的？男的。等等啊。嗯。好，身上有个男的灵性。有个男的灵性啊。嗯，中年人，看上去像50岁左右。啊。嘴巴有点瘪的。嗯。嗯。嘴巴有点瘪的。嗯，瘦的，脸像是瘦的，不是圆形。脸像是。是长圆形。是不是有点三角眼呢？对对对对对，鼻子比不但三角眼了，这个鼻子还有一点阴沟，就是有点勾进去的。嗯。鼻子有点勾进去。嗯。死的时候，死的时候好像是突发事件死掉的。嗯。突发事件死掉的是吧？嗯。哦，那可能是我们还暂时不知道。那个是这样子，那这样子的话，需要多少小房子呢？78张，这个灵性。78张。一直在他身上。我们给这个小孩子前后有念了3000多张小房子。好过一段时间。嗯。对，他大概今年2月份的时候好过了。哎、嗯。念完1000多张好了大概半个月，然后、嗯、他又回不好。哎、我告诉你，你们现在尽量自己念。嗯、好的，好的。不要去结缘，有结缘里面。我们。这边小房子里边有问题啊。嗯，我们3000多张，我们现在一共是将近4000张，已经里面有800张是结缘的，其他都是自己念的。你记住一句话，我给你4000块钱，里边有八百张，如果是假钞，你什么感觉？你讲给我听啊。对的啊，你说那些灵性拿到假的话，你说人家会怎么做你啊？
你讲给我听啊。嗯，明白了吗？明白明白，师傅，啊，明白了。不要开玩笑，已经三千多张了，我告诉你，就好好自己念下去。好的，啊，嗯，那这个还需要放生多少呢？2800。好的，2800条鱼，好吧？啊。好的，那是不是那个我想问一下，这个孩子他大约几岁呢？好，你这个问题就是问我，这个孩子一直吃不胖，医生啊，吃这个药吃下去，他哪天能胖起来？是我们这个要根据你自己念经的程度、修心的态度，再加上你学佛的诚心、自己的愿力，很多的因素凑在一起，才能知道你孩子什么时候好。你现在要做的事情我都不知道。我过去曾经帮一个人看过，我说你应该在8月份就会好的，对不对啊？啊，后来他自己说他到了上半年的时候他退转了，本来已经好了很好了，叫他觉得听人家一讲他又去找通灵人了，结果一下子跌下去，到现在没好过。你说我8月份告诉他有什么用？你告诉我。师傅，我们明白，我们是非常的虔诚的。好。然后我们一家几个人都是在修，修了2年，我们绝对不会退转的。对，我而且我也发了大愿，我也发了大愿。我只能跟你讲一点，你记住了，如果按照这样下去的话，你小孩子的小房子如果念的完全收到5000张的话，孩子会好了一半以上，就这么告诉你。好的，我明白了。好吧，那你就是在这78张以后还要不停的许，不停的许，直到念到超过5000张。对啊，你自己马上就看到你孩子突然之间变个人了。为什么呢？我相信那个时候这个灵性应该够了。我今天跟你讲话你好好听着就可以了，你到时候念到了你就看见你孩子完全变化了，这个时候你好好感谢观世音菩萨就可以了。好了，好，感谢观世音菩萨，感谢台长。嗯，这个我想还想问一下，这个孩子除了这个现在这个灵性，他有没有做过更大的恶业？看看啊，这孩子我告诉你好吧，不是太好。为什么呢？他在天上跟一个人在阿修罗打斗，打斗之后啊，打斗之后啊，明明是他不对，结果他最后把人家钉在这个阿修罗的一个山上，这个人就这个灵性最后就变成一块石头了。啊，那听得懂了吗？这样的冤结，所以你就看你这个儿子好了，我告诉你，话不多，有时候出来，我告诉你蛮厉害的。牵动了很多人的心啊，他现在我告诉你啊，有点能量的。对，他呵呵，对，我很多人都围着他转，知道了吗？呵呵，不要乱来啊。然后他这个做的这个业怎么能化解呢？怎么能化解？解节奏，小房子现在全部都在化解，就是我们要额外给他再去解节奏是吗？解节奏一定要念，还有礼佛。礼佛念多少遍呢？真的很麻烦，礼佛有的念了。礼佛你就慢慢念吧，每天啊5遍啦左右啦都可以，一定要念的。你现在小房子不念礼佛没用的，他不原谅你。嗯，我每天都是给他念礼佛，而且我是跪着念磕头念的。那你就跟菩萨讲了，希望这些经文你要跟菩萨讲的，能够化解我儿子的冤结就好了。你这样讲的话，效果啪一下就是出来了，马上就不一样了。好的，好的，就是一直请求化解冤结，一直请求，一直，相当于他这一辈子要不停的给他化解冤结。怎么一辈子啊？这化掉了就没了呀。那比如说，那我们礼佛念到多少？比如说多少步的时候，比如1000步还是什么时候能把这个他前世做的这个恶业忏悔掉？我不知道。现在反正我看到了他把人家弄成石头，所以我就想起来过去我们小时候看那个电影，对不对啊？很多人到了最后就变成石头了。
你听得懂吗？过去不是有很多电影吗？后来就变成石头了，嗯，变成个美丽的传说了，明白了吗？那变成石头是不是比把它杀死还要严重啊？那当然了，你把人家定在那里了，完了，你这有法力啊，你这个就不是一个佛力了，这是一个神力和一个仙力，就是人家说像这种讲的不好听，就是有一种不正的那种法力了，这种就像人家魔力一样的这么搞人家了，你听得懂了吗？我明白一点。那像他能不能自己做一些什么事情能够回向给这个人，让他能够解脱，或者他现在你们帮他念，他自己能叫以后把他带着去放放生吧，要常忏悔，至少要让他常忏悔。嗯，师父对不起，我没有听见。至少要让他常忏悔。常忏悔。嗯，明白吗？就是他常忏悔，自己好好修行，多做功德。对呀，他很小，他现在几岁了？他现在差3个月6岁。啊，叫他忏悔，在菩萨这里忏悔，忏悔我过去的业障，好吧？好的。然后我今天教你这个方法，他会突飞猛进的。你等个好消息吧。如果你是像你讲的，你们夫妻真的是很虔诚的话，你就等着好消息吧。好了，师父，我许了大愿了，而且我许了大愿了。哦，太好了，恭喜你，你自己把这笔账了了。我告诉你，跟孩子关系，你跟你老婆跟孩子就是都有特殊关系的。你们现在帮他还债，实际上你们也欠他的，听得懂了吗？我以前做过一个梦，是我前辈子向他借过钱，而且他杀过人，不是杀过人，杀过一些动物，我不知道这个是这个梦境是真的，是不是提示我们？就是这个，现在明白了吗？现在明白了。啊，我明白了，明白了。欠债还钱，对不对？欠债还债，欠钱还钱，没办法。好了。我知道，那是好的。好吧。好的，那他这样子的话，嗯，除了忏悔，我其实那他被他伤害的这个人能得到解脱吗？你说呢？你没不要解脱，你不能得解脱，你找我干嘛？我现在教你方法了，你说说看你自己能解脱？就像医生说，我现在教你怎么样能够避开这个病，你自己不好好的看，不好好的遵照医生这么做，你说你有什么解脱啊？现在明白了。我是说被他前辈子被他钉在山上变成石头的这个人，他要怎么做能让他能够得到解脱，然后让大家都能解脱呢？除了忏悔，只有他能够出来变回，他可以变回的，没办法的，要靠大菩萨，要靠他的大愿力，所以他念到一定的程度，菩萨就会管了。好了，不要再问了，好吧？给人家打好。好的。师傅能再看另外一个吗？好了，没时间了，给你问掉太多了。好了。好，谢谢师傅，感恩师傅，感恩观世音菩萨。再见。师傅再见。嗯。喂，你好。所以非常谢谢你们来到我们。喂，你好。喂。喂。你好。啊！天哪，我打通了。啊、对。感谢师傅，你等一会儿。啊，等一会儿。等一会儿。哎，师傅你好，我帮一个新同学问一个那个图腾，你等一会儿。嗯。好，就是有一个同学，他叫林长斌，1970年，4月11日属猪的，他2014年11月20日尿毒症，三肾不成功，然后肾盂都漏了。然后那个现在是每周分析那个肾是3次，然后就想问一下要不要放换肾透析啊。啊，对。几年属什么的？不要报名字啊，死人看才报名字呢，活人看报生肖啊。就是1970年属猪的。
啊，那肾脏坏掉了，没办法了。啊，因为他现在不是念大悲咒，就是那个他的妹妹现在念经了，然后许愿吃，就是终身全素，然后他现在已经吃了3个多月素食，然后哥哥是就是他现在是只是念大悲咒而已。啊，想问一下，就是念小房子要念多少章，然后要不要换肾，换肾多少？第一要换肾，第二放生要放3000条鱼，第三小房子要不停的念，大概要念180章。哦，好。好了吗？好。听得懂吗？好，感恩师傅。好了。感恩师傅。嗯。然后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我是想问的，就是帮一个法师那个的问的问题，就是一个叫郑燕的一个女的，她是1974年出生的。他现在就是失踪多年，然后是属虎，不知道他现在是活还是还在不在世。我不看的，但是我可以帮你看看完之后，我不会告诉你，但是你要听我自己的说话，这听话听声，锣鼓听音儿，听得懂了吗？啊，好，就是1974年属虎的，他妈妈已经是，就是他家人已经在修了，找不到多少年了。好像很多年了吧，他没跟我说多年，就是很多年了。1974年属虎的，女的。给大家多念经吧，多念小房子。好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。好了，好，你去问问他妈妈。需要念多少张小房子？你去问问他妈妈就可以了，他妈妈做到他梦的，嗯。好。好几次回来，听得懂吗？嗯。好。好了。感恩师傅。嗯。还有，就是师傅帮忙，就是看两个人的亡人，就是他们在死之前就已经在修我们就是在念心灵法门了，但是他就是后面走了，是2016年走的。男的叫张平维，工长张，平安的平，就是维度的维。现在还在哪个道？哦，很高啊！真的吗？他们之前就是之前就是已经念佛的，就是有在修，已经到了，真的，已经到了色界天了，嗯。哎，阿弥陀佛，赶快试一下，跟师傅。然后就是那个女的是，就是他的妻子，是叫徐卫。双人徐什么卫啊？就是卫星的卫。什么叫卫星的卫啊？卫星。啊，卫星的卫。徐卫。个子不高，花白头发。这个我不太清楚，就是法师就帮忙问的，就是说他的儿子想问问他们，就是他爸爸妈妈在哪个道。他不行，他不行，他在阿修罗。好了，他在阿修罗道。好了，不能再问了。好了。哦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，再见。他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，感恩师傅。再见。太感恩了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。好，那我挂了啊，感恩师傅。喂，你好。喂。你好。你好。嗯。哎，师傅好。弟子给师傅请安，感恩师傅。我帮同学问一个，他女儿是2003年属羊的。2003年属羊的，2003年。2003年属羊的，好了，说吧，想看什么？看他身体，他我觉得思想不集中，然后老是跟他妈闹矛盾，已经是14岁多了，初二的学生。这很简单，他妈妈有一个掉过的孩子在他身上。哦，他妈妈掉过的孩子在他身上是吧？赶快那要多少张小房子？76。76张。再给他念，好吗？他曾经给他妈妈曾经自己超度过，
超度过，只是灵性没有走掉，你暂时离开他，所以他儿子有一段时间很稳定，现在又不行了。对，这最近老是跟妈妈闹，因为现在知道了吗？两个人，现在知道了吗？因为两个人。好吧。就要76，放鱼啊，放生啊。放生，放生嘛，随便随缘吧，好吧。好的。还帮同学问一个，同学一个女儿是2001年属龙的，她现在正在读高三，她曾经梦见师傅，是她叫师傅叫伯父。跟师傅挺有缘分的，他很想，他现在有个很心愿，像因为现在也听台长的录音，他很想报考关于中医的这个科目，看他有没有这个机缘，想报考中医这个项目，他有没有这个缘分？几几年属中医的专业？几几年属？他是2001年属龙的。哦，女的男的？是女孩子。啊。有啊，有缘分呐、啊，学中医很好的。啊、哦。他本身他本身就有菩萨保佑的，对啊，他妈妈可心诚了。你真的是很好。他虽然没有拜弟子，但是我觉得我拜过弟子都不如他精进。对啊。你以为拜过弟子就好啊？很多人。对啊，所以混一个名声而已。有的人嘛。对啊，所以。想得到加持而已，听得懂吗？对啊，所以我今天这个电话就帮他们，因为他们真的是很心诚，然后他这个抱怨都是，就是想着救助更多的人。我将来我想知道他如果成为医生，这个孩子一定是个正直的医生，所以我就今天帮他问。你要记住，有缘分，正直的孩子要在正直的地方、正直的环境当中才会越来越正直。很多人过去都是很好的，在五浊恶世当中，各个本性都变了。听不懂啊？没有一个好环境，你怎么正直啊？你讲给我听啊。真的。好了。好。你等台长以后有机缘的话，对不对啊？以后专门为佛友开一个医院。那么需要很多医生，那他这种都可以过来帮助人家来看病了，都很。还有师傅，还有昨天他妈妈梦见护法人给他提醒，让他报中山大学，但是中山大学不是医科大学，他现在的分数如果报那个北京的中医大学是要580分，他那努力可以吗？他现在按照现在的那个学习成绩，随缘都可以，不要人间的东西太多。啊，假装为了好像弘法啊，不为了自己的私利，哎呀，我要考一个更好的学校，这些我告诉你都属于不正的东西，明白了吗？没有，他这个学校他跟我讲，这个孩子他就是想读中医，因为师父读中医在哪里都学。中山医科、中山医院、中山医科大学，那不是个好大学啊，都是好的。你要，如果你今天进下就像发心一样，你出家了，你在哪都是出家，对不对啊？好，不要执着哪个学校是吗？对啊，有什么好执着的？好了。好的，好的。好好学习，哪个学校都有尖子，哪个学校都有学得不好留级的学生，听不懂啊？好了。然后师傅帮我看一下莲花在不在，看两个莲花。基金年数什么的？啊，号码。13648。在，还有一个。还有一个10391。在，两个都在。感恩师傅。好了好了。我们一定好好修，感恩，非常感恩，喂，你好。喂，师傅。喂。喂，师傅你好。你好。稍等一下。喂，师傅。喂。喂，师傅，请看一个1978年的属马的女的。七八年属马的女的。女的。好，看到了，讲吧，想看哪个部位？她。他想看一下，因为他一直在家，他想找个份工作，他一直也没找到合适的，想请问师傅一下，他能什么时候找到工作？
哦，他曾经去有一个工作，他不大满意，去看过一个工作，对的。啊，现在、那个、现在下一次要、大概要在一月份了，一月份是吧？他之前找工作就是你说的那真的非常准，他找了一份，然后他觉得不太合适就没去做。听得懂了吗？感恩师傅。好的，那他还需要念多少张小房子呢？放生呢？小房子好好念吧，小房子他目前要消除他的一段业障，大概要560张。560张，慢慢念，慢慢念。好的，感恩师傅慈悲开示。师傅呢，他之前是想落上海这边的户口，你看一下他针对户口这个事情还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？落得进来的，落得进来是吧？没问题。他还要做哪方面努力呢？哪方面努力嘛？念经啊，他还有什么努力啊？把资料准备好，这就听天由命嘛，只能靠天了嘛，就念经了呀。好的，师傅，感恩师傅慈悲开示。师傅再看一个1987年属兔的，您之前看过他的图腾，说他的晚年的时候眼睛会瞎掉。师傅他还自己忏悔过自己以前看过很多不好的东西，然后他想问一下师傅，现在需要怎么化解念多少东西？几年的？放生。87年属兔的。男的。男的。87年属兔的是吧？对。瞎掉很多了。消掉了%，我看一下啊，哇，消掉30%现在。那他晚年他宣念多少个小房子针对这个事情忏悔吗？一直念啊，我刚刚不是给他去开很多小房子了，这些小房子都是我。这你是吧？那个是。我看看、那个是另外一个。420张。这针对性的忏悔地方呢？用不着的。就这么念，念念念念念到念到这个时候，如果该眼睛瞎的时候，眼睛就不瞎了。你要不念的话，听得懂吗？好了，师傅，我一定听师傅的话。感恩师傅。其实现在眼睛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，已经干了、酸了，是的。你天天对着电脑上班的时候，天天看电脑看的。找理由好了。可以告诉你，人家天天成千上万的人都在看了，人家不一定会瞎掉的。但是你现在这种东西慢慢的，这个业障成熟就会瞎掉。所以我就告诉你一句话，一定要诚心忏悔，一定要诚心忏悔，明白吗？好了，我一定诚心忏悔。感恩师傅，我知错了。好的。师傅真辛苦了，今天没有其他问题了。感恩师傅。好。师傅再见。好，再见，再见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因为时间关系呢，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。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，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。